忘了，那没关系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样一样一样啊，绿绿的。对啊，这个是等下变形金刚。等下他会照啊，你可以看哦。如果站在那里的话，会死吗？欸、你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会。哎，又一样蘑菇。这武器到底？你的武器要用了没？用了，可是不知道作用是什么。这边大蜘蛛再用一次。哦，没有。我路径上的都会受伤吧？哇、哦，好爽哦！应该是一整排哦。镭射枪穿透哦，穿透应该是穿透。哇哦！有咕咕哎、欸，先捡捡咕咕。可是原本是榴弹，就是对，原本榴弹，现在变穿透的、啊。对，现在是范围伤害。那、啊、你有看那个杀伤力的差距吗？刚没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刚没看呢、欸，等一下可以看。感觉还蛮酷的。哇，感觉轻小怪应该很好用。我看到黄金了，去吧。哎、欸，第一颗，果然还好，七颗而已。嗯，广告是我自己按的、啊。其实我都会心喊一下啊，嗯，广告可以自己按哦，那个 YT 的、啊、，YT 的，哦，吃广告，嗯，就按了，哎、欸，不过有时候是根本听都没听到就变广告、欸，哎、哦，那都是 YT 给的，哦，他们会也会自己给，对、啊，没有，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要讲吃广告的时候、嗯、没听到这句话。嗯這個、意思哦，可能因为延迟，对吧、啊？延迟没听到，按、啊、你就按下去了。啊，剪！哇，上面蓝蓝也太远了吧？怎么上去啊？就放个泡棉。不是，那已经不是小精灵，那已经哦。啊？繁星，那是神灯精灵，不是我。都是蓝色的。繁星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，我在捡很多蘑菇。在哪里？值得吗？头上吗？有啊，那个还可以啦。我不要丢。又不是正上方的。好。我碰到他吗？平台在哪？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谁在咬我？三。对，蓝色小精灵很重要。对，他去挖了，挖黄金，要插三下许愿啊！叮，哦，满载黄金喽，爽哦！那个谁，来接好，接棒哦，接棒哦，来来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有有有，完全没落地，那好好玩啊！我感觉他投得更远呢、欸。对啊，完了，我一直坏习惯，就是用过的枪，我就会马上按那个换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超浪费的。会吗？哦，不是啊啊，不会浪费掉你还没有用掉那几颗吗？会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对啊，不会吗？哦、oh, 啊，那就好。我一直以为会，我这样我会浪费掉没用掉。哦、oh, ，好像有个游戏，可以一直啊，可以一直啊。哦、好像有个游戏是这样、欸，你没用掉子弹，就是全部都浪费。对，就是走很写实的。我怕，我刚怕是那样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弹夹直接扔掉。我一般没那么写实。每周会习惯按。尽管按。嗯。因为你现实世界，对啊，你填弹就是整个换。忘记是玩哪个游戏，是如果换了就没了，就是那个弹夹就是没了。就是走超写实风格。他抓我！蘑菇农场。哇，这好爽哦！连水母都被骗了。哦，你是说你的嘲讽哦？诱饵，对啊。但是我发现一个榴弹连诱饵都炸掉了。傻眼！哎、欸，这个
切割枪还是有射程距离的。发现我刚刚从这里，我这里射不到巧克力那边。哦，所以没办法到很远。对对，没办法。我被自撞粘上了。但是他走过的路径东西全部都会死，好猛。都会死哦。嗯，直接死吗？对，直接死。不愧是二阶枪。大王那种大怪的 BOSS 好像就不行。太 OP 了。等一下切切看。如果会的话，应该是不行的。太 OP 了。应该就是造成巨大伤害。对啊，应该是伤害比较高而已。这里好危险啊！哪里还有啊？怎么人家去？挖到一个。下面有看过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是要帮忙送。哎呀！等等。我知道，一定我没有助跑。怎么上去啊？嗯，你会平台枪，你一定做得到，加油！嗯，发挥想象力。啊，这里有路上来，太好了。就是。毛毛虫呀，可爱呀。哇！啊，四颗了。四颗，嗯，再三颗，加油！找不到蘑菇了，我这边是有一些，好，这应该还不够。先盖炮塔。没滑下来。大平台爽。我这边还有一个蓝蓝。飞回去，有够远！九九九，这样还差两个哦。啊，你没有放、下面好像看到蓝光，是我错觉吗？哦，对，看错。农历过年会放烟火吗？会啊，会吧。然后我之前都是跨年的才有，就放鞭炮啊。蘑菇只差一个，蘑菇只差一个。好，我超猛，我再努力找。那边还发现大量黄金。挖起来，舒服。只有在这种游戏挖矿才挖干干净净，真的。像玩麦块那种煤炭都不挖干净，真的。挖开心的。乌马石。马斯可挖，哎，找到一颗，在这里，藏在这。哦，找，你是一颗什么？蓝蓝。哦，那我找到蘑菇。挖到。水哦，我这边有一颗蓝蓝。好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那你过了。就过啦。哇，繁星家的鸟，好嗨啊！每天都很开心，对啊，真的超嗨！我好远哦，我的妈！我这里也是，
真的，而且拿这个超级走超慢的。会。我丢到哪里了？下面。烂透了！快，我想做这么帅气。我靠，过去了。下去下面。没事，这个路我熟的，要到左边。再给你。要到这里啊。对。我不熟，我直接开新的路。我难过。这么远的吗？啊。在玩什么？他应该没看到我们，他应该没看到我们。你确定？对。你们在哪？你们还好吗？对他没看到我，他没看到我，他没看到我。哎、欸，我他看到的是我，我丢了。不，他看到我，他发现我了。他不看右了。他好像看右了，他好像看右了。是不是有一颗掉下去了？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假的？啊！我来，我来，在哪里？干掉他，干掉他！好了，你是？有补给箱。哇，反正这样打很痛欸，贴他屁屁打。甜蛋甜蛋。哎呦，后劲。看来这位置也是不错的。耶、yeah ！一堆水母来了，去！我有诱饵，我诱饵丢到下面去了。然后去找诱饵是不是？其实这个很counter那个大只的、欸，就是放一个诱饵，然后去打，然后你就从大只的屁股那边一直敲它就好了。诱饵很好用，诱饵超 OP， 真的。暴君，没事，还有诱饵。啊，就打诱饵，贴着他屁股打就好，完全都不会转头。舒服。拍塔。吃一个。哎、欸，十九秒。没事、啊。继续诱饵，诱饵战法。不踩。坚持住。大一屁股，大一屁股，大一屁股。来了、欸。走吧。那个蓝色小精灵走超快的、啊。真的。我在开路。我迷路了。哇，这里之前怎么来的？哇、哦，我掉下来了！哎呦，我上来了！天哪，太远了吧？这是哪？一上来就是了，其实你可以直接从下面盖一盖就可以了。完蛋了！是，可以。是有两只大只的虫。诱饵，诱饵，丢了。我有帮你丢，你赶快走。大只的都在追诱饵。菜菜，对啊，走这里。哪里？你慢慢来，你。你往粉红色那个，往粉红色这边走。哪里？等一下，大家走哪？我整个迷路。哦，看到了。
有吗？有吗？我怎么爬上去？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你慢慢来，我帮你挖，帮你挖。哇，有大只的虫！我没有诱饵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已经到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到了还在盖炮塔。太为紧张着。有虫。哎、欸，大只的。挡在这，走开！牺牲战法。进来进来进来，过。回家喽。完成我们的每周任务啦 ！Yeah！ 叮叮叮叮叮。开心和平。九，钱会给比较多吗？看看啊。好啊，不然就不解了。期待。每周优先合约。哦，8000块！哇哦！哇塞！有，还是可以解耶。是不错啦，8000块。嗯、蒙坦。8000块其实我等于玩三关啊。嗯。然后感觉他给的矿石就是随机的。接下来，我记得那个局好像也还有枪还没解完，对不对？他有解完，可是他没有去升级他吧？下一次就我印象是这个，看看好。如果都解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别的。你必须提晋升一位角色来解锁这台终端机哦。啊，对，那是后面的，所以前途还非常的远。嗯。你准备玩一个简单的？好哇、啊。还有什么合约版可以玩？没了。没有，就不用解任务啊，直接打，去挖那个妙绝珠。好，只挖妙绝珠。你应该都很缺妙绝珠吧？要喝酒。缺。看哪一个比较简单？哎、欸，闹鬼洞穴，可是它又是水痕，我不想在水痕。搬运重物时移动速度增加，要吗？可以。今天的。哦，我们地图上找的那些物件可以拿来做酒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这个是像搬那个刚刚蓝蓝的东西，速度会增加。真的、哦？那就继续搬啊。好，来啊。咕噜咕噜，有个多的、欸。水痕杯是十个。搬蓝蓝的，蓝蓝的又白白的哦。Yeah！ 来，嗨起来！定点采集矿。广告飞。哎、欸，丢出去会有效果，你丢。丢。丢啊！你要丢人，我刚丢到你身上，你整个发光哎。那是因为我刚喝好吗？哦，是啊。我没有丢到。时机抓的刚刚好。对，刚刚好哎。这是那个闹鬼洞穴，不晓得是怎样。就不要说，只是有虫会，虫会乱钻地形。啊！我要去厕所。哇，好，没事，你先去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先走出来。哇，马上就有耶！对啊，先去一下厕所。去去，我帮你盖炮塔。对，盖下炮塔。免得啊，谢。我看到妙绝珠啦！我怎么觉得，哦，有啦，有稍微快一些些啦。哎呀，他可能也不会加太多嘛，加个是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，至少有加。未知恐惧？什么？
来了！你不要一下，看到你不要再哦，看到了，哇，这个这个、好帅哦！啊，你的嘲讽嘞？哎、欸，他没有血量吗？哎、欸，他是有点恐怖，他好像没有实体是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是什么攻击？白痴哦！他怎么会自爆？远离一点，远离一点，我不晓得。他还没死，他会不会就不会死啊？会一直在地图上走来走去。会不会啊？不会，我觉得他应该要死。我现在想看炮塔有没有在打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痛太痛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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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了。好。我倒在外面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哎、欸，你没倒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那是撑，可以撑一下。哦，好。没来了，怎么巧克力？彩你小心，那边有幽灵。那个是没有形体的蜘蛛。Oh、my God， 我看到了，怎么办？绕一圈再打，我在看那个。他会说你呀、啊。哎、欸，繁星有花哎、欸。我等下，炮塔有在打他吗？如果中间那个炮塔有在打他的话，我就有可能被打死他。我怎么办？差不多先生来了，我要死、欸！炮塔，你看没有？你看炮塔都不打他，我快死了。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形体，对，他好像不能打、欸，只能躲而已，是不是？对，鬼抓人，鬼抓人，鬼抓人。因为你看炮塔都不会打他，我快死了，鬼抓人，没看到糖果，远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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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里有糖果？我需要糖果。右耳是可以引到他的，只是他一下就可以把右耳给干掉了。啊，那个蓝蓝的哦。我看到黄金呢。所以就是要跟他玩躲猫猫，就是这样。对。哎、欸，他有。哎、欸、靠！我想说，他差点猝死了。来不及躲。好，没关系。我要救你！等下，你那边在燃烧。好了。没事，我在救。希望那个差不多先生厉害一点。哎、欸，可以帮我接棒吗？接棒哦，接棒哦。来。接个。等等，你快走！啊！你绕去别边，那边太可怕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把它困在这个中间，就是一直绕就没事了。我们其他人就可以去远方慢慢挖。嗯。太扯了。对啊，打不到啊。只要看那个炮塔就知道啊，因为炮塔是自动攻击啊，炮塔不打它就知道有问题了。他出来追我，下面有人吗？你那个还在下面哦。我知道，只是我现在不血，我真的，你补给有叫对不对？没，还没有叫，不够吧？欸、啊，我刚怎么看到有东西掉下来？哦，差不多先生哦，差不多。补给消团完全不够，消团就二十几个。OK。欸、我这边有消团，他是来了。他在中间。我要倒了。哇，差不多先生倒了。他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他差不多了。老迪蜘蛛。哼，他完全。你们不能全部都在中间，会崩溃。哎，两只吗？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两只也太困难了吧！我这里有一堆蜘蛛。下次遇到就没事了。
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！加油！他跑在远方，他都不过来打我，我没办法。哎、欸，你们全倒了，你们全倒了。对，巧克力，只剩你。加油！那、啊、这幽灵也太难了吧！我先复活一个，不晓得是谁。好像是我、欸。随便。我在爬。先拉一个起来再说。哦，不是我。对对对哦，原来是两个蓝色小精灵，没事，差不多就到我。我找猜猜，我找猜猜。好，好，差不多。散远一点，散远一点。差不多来救你，差不多来救你。你是挖钱挖到死的吗？对，为了钱。但是我还没挖完，所以我还是得过去。他在中间，他在中间，感觉在追我。对对对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差不多想死啊，差不多。他完全在中间哦。嗯。哪里啊？哦，下面看到了。他好像在追我的样子。啊干！对啊，他追我，我尽量把他稍微带远一点好了。其实就一直跟他玩躲猫猫，感觉应该就 OK。毕竟他移动慢呐、啊，所以还好。为什么也有这只啊？会啊，失败！我飞来了，它也会飞来。这里有小团哦。磁吸石。哼，哎，繁星的下面的那个。有空你再去拿。好，然后都先丢下去。好。哦、他换追别人了吗？他很远。该不会在我这吧？没有，他很远，他很远，没事。我那边看到有一个超级远的，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啦。他刚应该是追我，然后追不到，现在很呛。哇，这上面 ！What the hell？ 哎咻！大火现在如何？哦，对，他真的在追我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听他这速度追我！嗯，怎么了？冷静。他过年，不是我飞，哇！我差点被吹到万丈深渊，红子吓死！哎、欸，有花哎、欸！哦，特别东西。哦，下面好多小团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花。可以啊，很远，在繁星那边。哎、欸，繁星走掉了。我在努力送这个回去。我在刚刚玩躲猫猫，顺、嗯、便一直在挖。搞不好花够了嘞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够了，跟花够了，花够。我捡很多。繁星，你看一下那个，就是白珠珠啊。嗯。像这个里面就是白珠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最贵的、啊。等一下。